打了业主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福寿螺也会过六一儿童节的。这只福寿螺好肥啊，所感一流。这瓜盆上次才清理干净，看这里又出现了，正面完全看不到，全都躲在背面里了。业主们，你们看，在这个烂草堆里，哎，有条鱼耶。烂草堆里也有一个福寿螺卵。哎，两个哎！啊，以为用个树叶挡起来，我就看不到。还行，挺能藏的。鲤鱼这边基本都是重灾区啊，业主们，你们猜一下，这一片有几个福寿螺卵？挺干爽的，就是棒。不对，是荔枝。这个真的不是绿色的福寿螺卵了，它是荔枝，荔枝，大家都喜欢吃的荔枝。